Hello，又来了，芒果糕，9.99这小包，吃了几个。喜欢芒果味的肯定喜欢吃这个，就特别浓的芒果味。别人看快手，反正也不知道看啥作品，我就是打开快手就看吃播。然后看到别人推荐的好吃的，忍不住就想尝，然后遇到好吃的就推荐给你。我老公也喜欢吃芒果味的，这个菜就好吃，就它不是淡淡的芒果味，是很浓很浓，然后又很软和，外头有一薄薄的一层白砂糖。好吃。